我的董淑玲几落届伫笔录内底拢是讲，伊迄当阵是甲因某伫面店食饭，是警察雄雄提醒对伊，伊也无袂清楚啥物情形，所以才会先逃走。搁再讲，伊若真正畏罪将逃，是有啥物无偌久了后，搁要主动投案说明。迄只是伊的讲法。林金峰一开始都无认定潘德胜涉案，是一直到关兴龙的笔录内底讲到潘德胜，恁才发觉潘德胜有涉案，才解除讲这件绑票案拢总有四个人干掉。唔对，我是安怎？当初是调查的方向遐尼啊多，我变了好多一条一条记得清楚啊。参考我手头这份经历八七千五号档案，警方一直到起诉进程。拢认为犯罪干那三个人对不？不过不是我写，我唔知影。那是潘德胜，其实才是原本涉案的三个人其中一个。你迄当阵警方完全无想到伊是共犯，嘛无对进行调问，干那为着要破案来斗三个人。那安尼又免得，敢是恁警方抓无犯人的替死鬼？